我想问一下你哋有冇试过主动去追男仔啊？有，有。我自己有个原则咯，我可以追佢，但系表白一定要佢讲咯。我可以追到佢同我表白咯。你主动先噶喎。咁我系似个局姐，咁佢系插你嗰个嘛。Damn！ 即系心情上同埋金钱上咧，可以全部姐姐负责晒。喂，你好现实喎。系啊。我是 CS 实验室的艾琪，以前就男追女多啦，而家越嚟越多女仔反而会去追男仔，唔知道你又觉得女追男是不是隔层纱呢？我哋一起嚟问下人啦 ，Let's go！ 我想问一下你哋有冇试过主动去追男仔嘅？有，有，冇。我觉得自己比较被动，怕被人拒绝咯。有冇话系用啲咩方式去追男仔的？即系如果佢嗰排佢想要啲咩，我会记低之后，我会好想送俾佢。借啲嘢就約佢出嚟咁樣咯，可能有少少身體接觸，因為好似男仔如果同你身體接觸，你會覺得嗯，但係如果女仔主動先嘅話，好似係好啲。係 IG 咯 ，reply story 啊，講嘢直接啲咯，直接啲，即係好似好公主病啊嗰啲咁，係講反話嗰啲咯，可能 message 入邊講好多一啲曖昧嘅嘢咯，可能你主動先嘅喎，咁我係似個局姐，咁佢係插你嗰個嘛 ，damn！我留意到佢啊，跟住之後我 follow 佢 ，like 咗佢 story 啦，後我哋就揾我傾偈咧，我哋知計劃成功咗咯。得閒就問我做緊咩啊？係做緊咩啊？係傾唔傾電話啊？陪唔陪我打機啊？我 feel 到有嗰種，係總之 feel 到咯 ，feel 到愛的感覺。而家會唔會其實女仔追男仔多咗好多咧？我覺得係啊，大部分好似都係女仔追男仔，好似都好似好都會成功，會好過男追女咯啦。咁有冇試過真係即係俾女仔追完之後一齊咗嘅？有嘅，有嘅，係冇。點解？專注可以嘅，我唔感興趣，我唔會濕佢咯。有啲人會話咩女仔追男仔嘅話就會即係個女仔好似。keep 咗，所以一開始冇咁認真啦。嚇，冇咁認真。一個女仔肯去追你，你執到啦，佢 keep 咗。我覺得唔會喎，即係自己追求自己想要嘅嘢係冇問題。係啊，我都覺得。我自己有個原則咯，我可以追佢，但係表白一定要佢講咯。我可以追到佢同我表白咯。我係咁暗示佢咯，即係你幾時同我表白啊嗰啲咯。直接啊！啊，好想拍拖啊咁樣嗰啲咯。我覺得愛情係雙向嘅，就唔會話可能追邊個追你就會令到個價值下降或者。係。Yo， 我哋今日嘅街訪就完啦。發現女仔追男仔真係一件好閒嘅事啊！我自己就唔敢啦。不過可能會因為今日我踏出第一步，唔知道你又有冇試過俾女仔追嘅經驗呢？記得喺下面留言啊！知啦，中意呢條片記得 CLS 啊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！我下星期就全家移民啦。我哋唔係講好咗一齊升大學嘅咩？唔知道大家覺得呢個 background music 好唔好聽呢？呢首係 Apple 凌雪兒唱俾佢移咗民嘅好朋友聽嘅新歌，今年煙花特別多。如果大家想繼續聽下去的話，就按下面的 link 啦。那時候喜歡了他差不多一年，有一天我就暗示問他你有沒有喜歡的人，之後他說他有的，那我其實心在想是不是真的自己呢，抑或是其他人。之後我問他要不要試一下一起這樣，他說其實我也打算今晚說的。當時都跳曬舞啦，係好開心咯！哇，見唔見到好